上火和加多宝，本节目由加多宝独家冠名播出。上微博参与宝贝游戏天籁童声学习记，话题讨论，分享你的观后感。加入芒果 TV 会员，每周三中午12点抢先看正片。Hello， 早上好，早上好，你们自己找一个位置坐。那今天呢，为了让大家在未来可以有更好的舞台呈现，我们今天有3堂课。好，这个时候依依突然跌倒了。依依跌倒了。倒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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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年轻，哎，完了，已经陷入那首歌了。要验收你们的创作成果的时候到了。本节目由广东小白龙动漫赞助播出。Hello， 依依先到了，来，你们自己找一个位置坐。你们俩一定得坐一起就对了，是不是？Hello， 是七分是你们自己找一个位置坐吧。我们在这里吧。哎，你们两个也得一起坐，是不是？Hello， 早上好，早上好，你们自己找一个位置坐。怕上火和加多宝，欢迎大家来到由加多宝独家冠名播出的《宝贝游戏天籁童声学习记》。那今天呢，为了让大家在未来可以有更好的舞台呈现，我们今天有3堂课。那这一堂课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如何在舞台上，如果遇到突发状况的话该怎么办。你们曾经有在舞台上遇过一些突发状况吗？有有。今天我打算要出几题来考考你们。哦。为什么子熙露出了有点紧张的表情？因为我一条反应其实算那种不好的了。那你待会儿要不要第一个上来试试看？哦。今天我会跟你们分享一些我自己平常也有遇到过的一些小经验。除了我分享之外，我觉得临场反应这件事情没有对与错，真的就是你们可以自己发挥你们的想象力。那第一位有没有人自告奋勇想要上台的？我要不要？子熙嘛，要不要？来试一下。好吧。来，掌声鼓励。晚风轻拂澎湖湾，白浪逐沙滩。没有椰林缀斜阳，只是一片海蓝蓝。坐在门前的矮墙上，我们没声音了。也是黄昏的沙滩上，有只脚印两对半。那是外婆拄着杖，将我手轻轻挽。直到夜色吞没我，落在回家的路上。好的，谢谢子熙，挺棒的，挺棒的。怎么样，大家能看得出来他有什么反应吗？就是不管麦有没有声音，他都拿着麦继续唱下去。其实是挺好的，就是保持镇定。我觉得如果遇到突发状况的时候，肯定是要临危不乱。就是不能让别人发现说，哎，好像有什么状况。其实你可以拿给观众唱，你就来来，大家一起唱，然后哎，左边右边，就是可以来一点互动，其实也就过去了，不会那么尴尬，然后去完成这个表演。下一位有谁自愿打？你看着我，想上来吗？好，子豪。大鱼的翅膀。已经太辽阔，我松开视线的绳索。突然忘词了。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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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反应挺快的，立马就是用哼唱的方式去完成这首歌。我也可以给你们分享一下我有其他的想法，就例如说你忘词了，其实你当下你就可以突然开始说起一些带动气氛的话，比如说哎，这边的朋友，哎，那边的朋友啊，一起嗨。那如果你今天唱的是一首比较慢歌，然后这首歌呢又正好是比如说你整场演唱会的最后一首，那这时候其实你很适合说一些感谢的词去化解那个尴尬。民族的勇敢凝成着力量，身上着唐装的模样。好，现在你的吊带裙的背带断掉了。风吹傲然的胸膛，巨龙心的光芒，心中的红太阳，照亮我前方，大日子天向世界任我闯。来，鼓励鼓励，其实挺好的，你只要自己不失掉，真的，你一定要就是坚持的把它唱完，其实挺好的。飞入你的暗夜，一定练习叮叮叮叮当当叮当叮叮叮当当当。好，这个时候依依突然跌倒了。依依跌倒了，倒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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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自己在地下编一些动作。哎，子熙说的不错，你真的叮叮当当叮，我这哎呦跌倒了。那你脚过来，这样不就站起来了吗？对，而且。你们跌倒的时候一定特别注意，不管怎么样一定要面对观众。假设你现在背对观众这样走，哎呀这样跌倒了，你一定要想办法赶紧转到正面，不可以这样子特别丑。一定要想办法你滚一个地或是这样子过来，然后一定要保持好看的脚，然后滚地什么的就起来了。其实啊，对吧？还有谁还没有上台过的？子航，子航试一下。咚哒咚咚咚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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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啊！现在崩开了。是你想象的是裤子这边崩开是不是？然后抓着跳。我想的比你们更惨，后面是吧？我跟你们分享一个小经验，我可以拿一下那个衬衫吗？哦，可以把外套脱了系在上面。对，因为男生经常会穿类似这样的衣服嘛，然后如果男生真的裤裆啊或是一些比较尴尬的地方，对，你可以运用到衣服一个什么帅气的转身，然后偷偷的拿掉袖子，然后转过来不就可以系了吗？对不对？这样系可以运用到你身上的任何道具都是可以去用的。还有没有人觉得有其他方法的？我们可以一起想一想，一起想一想。如果是后面的话，你不混，就是不背后他们也看不到啊。对，其实是这样，就你都不转过来就好了，或者坐下来是最安全的。然后如果说你方便的话，你也能示意一下你是旁边的工作人员，他可能会接收到你的讯息，那他可能可以来帮你，比如说帮你拿个外套啊什么的，如果你身上没有外套的话。还有谁？亚鹏吧，亚鹏还没。抱着梦往前飞，不逃避不后退，你是我成功路上的堡垒。停电了，停电了，停电了。麦也没声音了，什么都没了，停电了。亚鹏刚特别棒，真的特别棒，主要是你们不觉得大合唱的感觉特别感动吗？对，你们刚才大合唱我鸡皮疙瘩都来了，就全场没有灯了。对，哇，好感动啊，刚才很不错很不错，谢谢亚鹏。还有没有小宝贝想要尝试的？没有了，要不老师你来演示一下吧。你们要给我出题是不是？嗯，来吧。可以可以。拜拜哟，快走，好，耶耶，
所以我要学着调，是不是？切，踏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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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踏，拜拜肉快走，吃了几天苹果，体重竟然没瘦。突然有观众上台给你送花。脱落。烫青菜加鸡胸，橄榄球加快走，每天要敷面膜。OK。那希望你们今天都有学到一点小东西，然后如果以后有遇到的话，就要想起这堂课，然后想起今天我跟你们说的。当然如果你们以后有更好的方法也可以跟我分享，我也可以跟你们多多学习，好吧？好。好，那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边了，然后一会儿你们等雨琦老师来上下一堂课。好。哎，我想起来了，那天我跟你们拍拍立得的时候，你们是不是很喜欢拍拍立得？对。要不我们今天再来拍一张。好。OK。耶、今天的课堂和上一节课就不一样了，今天我是做了专注力课堂。我们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如果受到其他干扰，我们该如何应对？我们接下来进入一个小游戏环节啊。游戏规则，学员任意演唱一首歌曲，演唱过程中老师会随机给学员戴上耳机，学员们需要在听着耳机中干扰歌曲的情况下继续准确唱完这首歌。我们先从第一位小朋友来，子豪，你告诉我你想唱什么歌。唱雨伞吧。可以可以可以，你唱吧。扶着肩膀，背贴胸膛，为我撑开的伞，保护我的大手掌，深满的沧桑，滚烫了我眼眶。一点都没干了啊！谁都不知道他在承受什么痛苦。我该没来得及为你分担岁月的重量，你渐渐失去了青春模样。你听到什么歌？就是一种特别摇滚的歌。好，表扬一下子豪，他没有跑调，对不对？对对，没有跑调。嗯，所以子豪他完整度还是非常 OK 的，我们给鼓励鼓励。接下来是子航，你先告诉小朋友们你想唱什么歌曲。叫做别怕变老。岁月变迁，世界定的规矩，老天派我来保证你，不会让你痛苦。就算错过了朝霞夕阳一样美丽，我还开着车陪你一起享受这段拥堵。不用担心身体不再仗义，因为那时我也肯定已被舞台忘记，但你依然 flag 好像还站在舞台上面。不知道 hiphop 会变成什么面貌，也奔波的生活等等以后才能变。是不是有一点美好？有一点。有的日子我们每天都能见，我写给你的信等到老了才能念。好，后面不唱了，受不了了是吗？孤勇者。不知道 hiphop 会变成什么面貌，也奔波的生活等等以后才能变。子航在后面开始有点跑了，我真的想跟他一起唱。接下来我们是亚鹏。你的笑你的美，在我眼中胜过最美的玫瑰。抱着梦往前飞，给我力量，是你让我变坚强。受不了了，爱你，竟然是爱你！救命啊！我给亚鹏提个小意见啊，就即使你听到这样的状况，在舞台上不可以有任何的闲杂动作，音乐没有停，你要在里边，就虽然有这个歌曲的问题，但是不要有动作。唱不好没关系，表情不能变，状态不能变，好不好？好。好，来，一。南屏晚钟随风飘送，它好像是敲呀敲在我心坎中。南屏晚钟
随风飘送。那接下来丫丫，随风飘送，它好像是秋压上在我心坎中，难平万种。降调。完了，完了，来吧。你有你的天空，哒啦哒哒哒啦哒啦。We couldn't let it go。非常好。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哎，完了，已经陷入那首歌了。凡兮，右手一剑刺神仙，扫腿绝招叫清雪，破轻功飞燕，独宝暗亮我心愿，老师傅再见。可以，哇，成功了，非常棒。你们给其他小朋友说说，当时遇到这种情况，你们是怎么去处理的，才能把作品完成？就是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是会在心里想那首歌的旋律，然后呢用脚打节拍。啊，来，雨欣，你说说。我的记忆盖过了它。然后我就没有再去管耳机里面的歌，就完全沉浸在自己的音乐状态里，就不管它好了。对，凡兮你呢？就是如果大声一点，然后听着我的声音，然后就没去听耳机里的声音。啊，非常非常好，来给他们三位鼓掌。好，今天的小游戏我们就做到这里。那今天这一堂课你们有没有收获呢？有。好，你们回去我觉得也可以自己就是感受一下，自己在家里放点音乐，然后唱自己该唱的歌。上课结束我们来合影好不好？好。还得多少？3、2。吴子豪的转珠挺好的，因为他首先是第一个表演专注力的嘛，然后他在音乐的干扰下他还能唱好自己的歌，这点是让我非常震惊的。专注力最好的我觉得是夏凡兮吧，因为他最后唱那个下山，导演组居然给他放了个双截棍，真的，我听到双截棍这首歌我其他节奏就会完全乱掉，所以说真的很佩服他能在双截棍里面把下山唱完。阴晴雨雪精准预测，看天气用墨迹天气，界面新闻与美好价值创造者同行，中华万年历 APP 陪伴成长，记住一生乐趣。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Hello， 宝贝们。老师好。你们好，你们好。在干嘛呢？你们坐在这儿聊天聊天。那我们今天呢要做的一个事情一定是你们最喜欢的，你们猜一下。玩游戏。哎，你看对，确实简老师这是带大家玩游戏啊。但是我们今天玩的这个游戏呢非常的有意思。是什么？传声筒，大家知道吗？对，传声筒游戏规则，九位学员分成两组依次进行，简红意为第一位学员出题，其余学员背对戴上耳麦，第一位学员用肢体动作传递歌词意思，不能说话，依次传达给下一位学员，直到传到本组最后一位学员，最后一位学员需猜出歌词。我们第一首歌是这个啊，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就这两句。对，OK OK， 传过去吧。
好像很简单，是不是？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好棒，好棒，好棒！对了，对了，对了啊！好，那我们再来一个。好。夜空中最亮的星，请指引我靠近你。这句。空中三个字，小公主。耶、啊、yeah, 对对对对耶、yeah, 外面天空，对，第二个字是对的，第二个字是对的，两个字，对，不是夜空，天空，夜空，夜空，对，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否听？不是不是，请指引我靠近你啊！请指引我靠近你，请指引我，请指引我靠近你。请下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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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个。天空，夜空。说出来，我反正听不见。夜空中最亮的星，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那仰望的人？好好，下一位。夜空，星星，夜空中，最亮的星，夜空中最亮的星。然后还有一句。没了。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一个字，听。听。对。我。听我。说。听我说谢谢你温暖了四季。去耳朵用来干什么？耳朵听。对。我对。听我说谢谢你。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对，往后传。把耳机摘下来，把耳机可摘下来。听我谢谢。听我说谢谢你啊！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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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听我说，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可以，这个非常好啊！好，小朋友们啊，那我们这个游戏做完之后，是不是整个人都感觉很轻松？是。那接下来就是一个原创课堂。大家有学过乐器吧？有，没有？就是没有。我们其实平常创作的时候，如果说大家会乐器的话，借助一个和弦进行，其实是，比较好去创作的。哦。好，那我们今天稍微的降低一点点难度，就是我们找一个大家都比较熟的古诗词，然后去给它做个曲。好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那我们今天选择的这个古诗词呢，也大家应该都知道啊，《静夜思》，大家都会背吗？哦，我就想到这个"床前明月光"。哎呀。就是我们其实创作的时候，有很多种和弦进行，都是可以创作出不同感觉的音乐的。那比如说你像这种和弦进行啊，是吧？其实都是同一个和弦进行。所以我们今天是这样，我们确定一个和弦进行，看看我们每一位同学写出来的旋律是不是不太一样，好不好？好多种啊，我脑子里面好多种曲。我不会，还记得吗？
我记得3、4、5、3、6、2、5、1。老师可以确定成4、5、3、6、2、5、1、1吗？哎呀，跟我们想的有点一样哦。4、5、3、6、2、5、1也可以。可以啊，好，那你们自由分组吧，你可以想单独也可以，想两人也可以，你们自己自由组队，好不好？没有写完的同学，你当然觉得太简单了。来来，过来过来过来，哎，没事，你哼给我听一下。来，这个还有一个咪，往上滑一个。如果说我们最后的和弦进行到一级的话，它回到一级哆是会好一点。这很好听，特别好听。往上走，那都记住了啊，记住了怎么唱，一会儿要表演啊。好，好，同学们，我们应该都可以了啊。这个要验收你们的创作成果的时候到了，我们从这边开始吧。男生第一个来，啊，放出来唱啊，没关系啊。我们验收创作成果的时候到了，1、2、3、4。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怎么样？大家觉得怎么样？不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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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可以，很好，很好。他的这个就是有结合一点戏曲的感觉。他第一个八度大跳，很有中国韵味啊，非常好，非常好啊。好，那我们下一位。你们是一个组合是不是？来吧。他们刚才设计了和声的，大家仔细听一下啊。1、2、3、4。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听到没有，和声配得特别的精彩啊。那我们咿呀呀，怎么活？其实咿呀跟你们四个有点像啊，你们旋律有点像。嗯，好，来。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不错不错，还有他那个和声配还不错，他带有童谣的韵味也很好啊。好，那你们这一对组合，好，1、2、3、4。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非常好啊，中间自己即兴的发挥加了一个互啊，这就是有层次感的嘛，是不是？中间而且加了一个尾音的装饰音，然后有一种和声的感觉，很好。那我们一飞啊，
岳飞的这个有一些难度啊。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呼呼耶耶耶，呼耶耶。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怎么样？很好吧？特别好啊！中间的第二段的反复首旋律的设计，一个跳动啊，就是层次感就出来了。好，来我们的这个。站起来吧，站起来。是我有可能很紧张是吧？没，不是我记不住。你这个非常好听，你们仔细听一下，其实是在有做了一些变化的，跟大家有点不一样啊。一、二、三、四。床前明月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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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哇，你第一。因为他最后一句的时候，他实在是不想唱的，就是很俗套。然后我就建议他，其实是可以做一个和弦的变化，不一定就是二五一。其实我们创作的时候，千万不要被和弦框住。啊，和弦只是帮助我们去发展旋律的一个工具，我们创作的时候一定可以跳出来的，你有新的感觉你就换和弦。好，非常好，同学们啊，那希望我们的同学们在接下来自己的音乐道路上多去创作属于自己的歌曲，期待你们之后带给我们更多更多自己的原创歌曲，加油加油。谢谢老师。谢谢老师。今天这个原创课跟小朋友的交流中，我也发现他们真的是好有才啊，反正是超出我的想象了。简老师每次给我们上课都上很久很久，就给我们讲特别特别细，就我觉得就上他的课非常有趣。就是我体会到了那个创作的快乐，你想到什么就写什么，我感觉非常好。我觉得用这个和弦来创作难度其实不是很高，然后我感觉我今天的思想跨度其实还是局限了一些，原创方面的话我可能会追求新奇一点的东西，以后会做一些更加天马行空的创作。那今天呢，其实还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要告诉大家。是不是突然紧张了？先听坏消息吧。先听坏消息，先听坏消息。先说坏消息。其实是一个消息。就是你们现在坐的这个位置啊，其实座椅下面就有你们下一场的出场顺序。七，哪里啊？三，我是八，我是六。哎，飞姐第几个？二，我是我心仪数字。现在一共是五首歌曲，我们以歌曲分组，以我们每一组中最小的数字为准，就是我们的出场顺序。好，那我们的顺序就确定了，期待你们在舞台上精彩的表现，加油。Hello， 怎么样？排练的怎么样？还挺好的，还挺好。那可以先给我看一下吗？好好好好，我们看一下，放下伴奏。不要把你跟我一起摇起来，所有烦恼全部都快走开。好，这支舞的整齐度挺重要的。
就你们最后有一段是坐着然后做手的那一段，对对，这段一定要巨整齐才会有那个震撼力。对，我可以看一下你们这一段吗？好，我帮你们雕一下，五六七走，一二三，等一下，你们停到二二，你们的手是搭在手肘还是手肘？那大家就都要坐在手肘，不是行的手要再平一点。对，手指的高度是在哪里？太阳穴吧。眉毛。那大家就坐在眉毛。然后左手呢是这样子还是这样的？我看子航是这样子，是这样子。我和雨熙是一样的。 OK， 那子航就要反过来，这个肩膀是平行的吧，不要有人是这样子，全部都要跟你的肩膀平行。接着四五六，这个绕圈的时候啊，你们自己心中一定要有拍子，不然每个人会各绕各的，然后角度都会不一样。我们一直跟的是音乐的拍子来做这个动作的，除拍子的话有点难找拍。三四五六七一二四。那没关系，如果你们有碰到这种数节奏数不出来的情况，可以对歌词或者是对哪个节奏点，只要你们说好，然后哪个点要到哪个地方就说好就可以。你们做这个绕圈的时候啊，尽量能绕大，你们看哦，绕在前面看起来圈子就小了，绕大是不是看起来就大了，动作就大了，但是观众看你的时候只看到你的平面，做动作要做到最满，对，才会好看，然后看起来才会比较壮大一点你们的舞台。然后还有你们是有一段比较有律动性多一点的，就是那边可以给我来一次吗？ Move body 跟我一起摇起来，所有烦恼全部都快走开， Tell music we can have a fun all night， 所有的兄弟姐妹全部起来，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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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我觉得整体动作都得再放大，因为你们这支舞就是要展现你们的爆发力、节奏感，还有每个动作的张力。所以很多你说这样子往上，一定要往上，然后打一个点，对，有个点很像上面有一个砖头好了，去敲它。刚才我跟你们讲了一些重点嘛，我们要不再来一次？好吗？Tell me that we can have a fun night， 所有的兄弟姐妹全部起来。放大，武汉，很好啊、哦！表情坚持，很不错，很不错。我觉得真的有比第一次好，我很明显能感受到。你们自己觉得是不是会稍微更累一点？是的，对不对？动作放大一定会更累，但是我觉得稍微表情还是要再顾一下。好，可能到中段又会休息一下，然后突然又起来了。对，然后整齐度再更加强一点，什么乌哈乌哈那边有些拍子有一点点小乱。好，我相信你们当天一定是一个惊艳我的舞台吧？有没有信心呢？有。OK， 我们来一起加油一下，三二一，加油加油加油！有一点点小紧张哦，但是信心还是有的，加油！在这暗中想为你暖暖保护啊，嗨哈喽哈喽老师好，练怎么样了你们？还行。我先听你们唱一下好不好？好，来。当时外婆拄着杖将我手轻轻挽，啦啦啦，澎湖湾，澎湖湾，外婆的澎湖湾，有我许多的童年幻想，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不错啊，你们其实中间自己也有一些和声的设计，就是这种交替的，是吧？很好听啊，这个啦啦啦配合得很好。然后我是觉得在副歌的时候，
澎湖湾，澎湖湾，这个地方其实仔细你可以试着，就是说给他们唱个三度的和音在上面，这样唱，我教教你啊。啦啦嗦发咪发嗦啦嗦，仔细唱就可以。外婆，外婆什么？外婆的澎湖湾。对，外婆的澎湖湾，哇，好听吗？这个合得很好听啊。我发现最后一句其实也是可以唱和音的，就是子熙也唱一个和音，然后咿呀呀唱正常的旋律就可以。阳光沙滩，来多来多来咪唱，唱那个发咪发咪发嗦，海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拉索发咪。还有一位老船，可以，很好啊啊，可以，就这个可以啊啊。澎湖湾，外婆的澎湖湾。好听，那我们下次唱的时候可以加个和音，这样的话和声会更丰富，更有色彩，更好听。好，继续加油。好，谢谢老师。因为是三个人嘛，我就想着说那就一定要加一点和声进来，层次感会更好。然后最后一句和音的时候，其实子熙他自己也开始设计了，我只是前面给了他一个提示，最后他就自己想出来一个旋律，说明他们的乐感啊、和音乐基础是很好的。这也是让我对这些小朋友真的刮目相看。好努力呀、啊、你们是不是都在各自练习自己的歌曲啊？对啊，先从凡熙开始。凡熙想先唱是吧？好，能不能那个高音，高音不怕的，放松，我要听到你完整的状态。好，就像在舞台上唱一样的状态，好不好？在黑夜里寻找灿烂星光，在废墟中寻你花的芬芳，奔跑时才有风，有目标，有希望，呼唤着，欢笑着，向着光芒万丈，呼唤着，欢笑着，向着光芒万丈。一定要把气沉下去，就是要交代清楚，轻轻的哼哼，在这儿全是在一条线上，那样就是下巴放松，咱们唱歌下巴放松，高音往低，寻找灿烂星光，下巴不使劲，星光往这儿唱，对，让世界所有遗憾都成过往，对，下巴放松往上唱啊。是不是找到感觉了？对，我们就最后一句，就后面也是高音这三句，然后就按照这种我教你的这种，到了高音一定要特别放松，口腔打开，是下巴放松，都成过往，对，然后小肚子使劲儿，是不是这样很放松、对不对？对，好，它会给我们指出不好的地方，可以提升我们唱歌的方面。是亚鹏。从不谢过，无论种什么梦，下巴放松，不要往这儿唱，才张开翅膀，风却变沉默，海阔天空，再勇敢以后，要那执着，将命运的锁打破，破还太软了，再没有爆发力一点，将命运的锁打破，凌晨的窗口，轻轻的
凌晨的窗口要特别能表现出你的情绪，要叹着唱，像说话一样。你说凌晨的窗口，你说一遍，凌晨的窗口，然后带上气息，凌晨的窗口，对，要是这种感觉，凌晨的窗口，是不是情绪会好一点？要让别人觉得哎很忧郁，好不好？我给你标几个点，就是我会告诉你，有一些要轻声唱，每段的第一句要叹下来，叹气，还有或一定要有爆发力，惆怅的感觉，知道吧？光，要强调这句，把有几个点给表现出来。好，交给你，谢谢。好，下一位，来吧。为人触碰着丝线，拂去墨线，谁睡着眠？转身轻叹时光，轻叹，哼，不要用下巴，哼，轻叹，轻叹，轻叹，它有一个假声，在这儿，轻叹，对。现在就是几个高音，把这句来一遍。转身轻叹，是叹，不要往下带，先哼鸣。是不是哼在这儿？不用下巴，然后唱高音的时候就是里边积极一点，往这儿。转身轻叹，对，是挂牵。还有，这个哒当哒当，要把它的弹性给唱出来。几程山河，几换人间，拂去墨线，交代清楚，是谁遮面，转身轻叹时挂牵，对，这就对了。叹下去的要叹下去，高音的地方要用哼唱的带上去，然后连贯性就 OK、好不好？回去慢慢好好练。好，交给你，谢谢老师，加油加油。希望在第二次同声秀的时候发挥的特别好，加油。 Hello、因为我来自贵州嘛，所以你们猜我会怎么样开嗓、对，这我的独门秘籍。哇，太厉害了。那我就期待一下你们一会儿的舞台了。好，加油。我们本场的主题叫做少年心事，太让我惊喜了，我刚才全程露出了这个老父亲的笑容。你们刚刚的表演非常的自信，真的非常炸，谢谢老师。你们唱这首歌的时候整体的状态和感情一下子就把我煽动了那个感情出来，特别棒。你们平时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我觉得最大一个困难是什么，就是前两天的时候我带着所有的同学。真的呀？上微博关注宝贝游戏天籁童声学习记，了解更多精彩节目内容。